容易想，哎，表演起来非常的洒脱。他的主要特点呢，就是发力型、不暴力、速度可打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武术的很发展于平不流水。好，哎，就身体接触了，每张每式是点到即止，但是他的每一招一还是有力量在里面的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咱们武术呢讲究的一个武德，对吧？那么对面的就是为了练一下招式，那不是伤人也是武，没错。但是呢，如果他欠你钱了呢，可能就不是那回事儿了。那就得盯上了。一般来说呢，对面是有套路的。就拿比方来说吧，这个南北那现在李师傅表演的是飞虎拳，这一套拳的特点啊，讲究的就是出手快，动作灵活，像蒙古一样哈。没错，你看那个手，犹如飞虎在天呐。没错。很稳，没错。其实呢，在练习八级脚架当中呢，主要呢要说的是定式啊。他对于练习八级脚架也是一个他的重要特点。习练之时，一招一式一定要准确而且沉稳。没错，而且武术讲究的是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啊。咱们今天的天儿啊，我觉得跟那小和尚也有一拼呢。没错。嗯。场上是在练啊，下面的观众咱也在练。哎，场上的练的是动作。这个刀法的感觉啊，就如猛虎一样，不轻滑，但是快速有力。